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龙氏和气势也是非常磅礴的风水宝地。这个地是一个很经典的奇龙阁大地，这里现在建了一个古庙，我们本地人叫大王宫庙，非常灵验。这个地呢，我们主要是看它的大吉和气势，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再去感受气势为先的风水宝地。Thank you.
嗯。